大家好，我是奔跑吧商城导购员 Jessie。 本期的奔跑吧黄河篇有李晨、 Angelababy、 郑凯、沙溢、蔡徐坤、郭麒麟一起跑进中国的黄河沿线重要城市，体验黄土高原淳朴的风土民情，展现黄河流域的重要地位，描绘黄河生态经济带城市的文化之美。最近我们浙江卫视奔跑吧官方频道也推出了一些周边产品，当然也包括我身上这件卫衣啦。这件卫衣面料用的是纯棉，而且版型也非常不错呢，关键是上面还有我们奔跑吧的 logo， 日常搭配或者是宅家当居家服都非常 OK， 简直百搭且诚意满满。在新年之际买给你的另一半当做礼物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呢。后续奔跑吧还会推出更多的周边产品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啦。除了卫衣还有其他的周边产品等着大家挑选，请点击下方链接图标奔跑到我们频道的官方商城看看吧。